练拳的时候，脚尖外撇，膝关节都是往外撑的啊。站桩时候也是这样，起势的时候也是这样。这不叫圆裆，这叫敞裆，是一种错误动作。所谓圆裆，我们要往反方向想一想啊。太极拳叫矛盾拳，说到圆裆，说到膨进，说到开进，你都要往反方向的尽力想一想。什么是圆裆？指的是内劲往外撑，也别忘了外劲要往里裹。什么是合劲呢？凡是合的动作都要加大膨劲，基本上有开的动作呢，烧结都要往里合，一定是在内与外之间一个平衡的状态。所以说站桩的时候，脚尖应该朝前，膝关节与脚尖上下对齐，两膝微微外撑，还不能撑过了，撑过了掀脚了。微微外撑之后，你会感觉到胯缝有一种微微的、轻轻的被打开的感觉。同时，你更应该感觉到的是，开了之后，两大腿外侧甚至臀部呢，有一种绷紧的感觉，就像汽车轮胎一样，你不往里打气，它是软的；把气冲进去之后，它是硬的。那这个轮胎的状态是什么呢？是内劲往外撑，外劲往里合的一个平等的、平均的状态。这个才是我们太极拳要追求的膨劲。所以这个圆裆指的并不是说你完全有开无合的敞裆，也绝对不是只往里扣不往外撑的扣裆，就是要有开有合。包括我们手上动作也是，凡是出现合手动作都是合的动作，基本上都要前后左右膨开，加大膨进。凡是开的动作，你像这个懒扎衣，手的动作烧结都是往里合的。定式呢，白鹅亮翅，手不是闪的，也是往里合的。斜行呢，手也是往里抱的。就是说开中有合，合中有膨，内劲往外撑，外劲往里合。无论是不是站桩，都要脚尖朝前啊，这样站当然很放松了，但是它不对啊，感受不到圆裆状态。起势练拳的时候也不要一上来就这样把它改过来啊，该怎么转就怎么转，动作要规范才能收到比较良好的健身效果。喜欢黄刚老师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关注及收藏，谢谢大家。